越过巍峨壮丽的阿尔卑斯山，穿过晶莹剔透的四森林洲湖，就到了琉森，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瑞士小城。主持人吴松将与您一起去看廊桥的700年风风雨雨，给您讲述狮雕背后的忠诚美德，更会带您一起体验迷人的精密钟表世界。敬请关注《旅行天下》，瑞士琉森和它的精密制表业。